彼时阵，阮厝嘛无拜拜，就是一般就是咱拜公妈的尔。是姐姐缘下，就是阮小弟阿姨，伊拢甲阮斗是同讲，伊的梦境拢会梦到讲，是用来加物件的。啊，然后伊就嘛无插，阮是同嘛讲，啊，迄后壁梦的呢。然后一道我奇怪，暗时啊半暝啊，大概11-12点，然后听人乒乓叫安尼啦，开门啊看，我爬去楼顶啊看，啊那伊发起来呢，啊伊时阵咱咧无拢会关门关厅门，去你开厅门去开好，足生气的，生气的讲为什么伊来，我无甲接驾呢？啊连阮遐阮大家拢暗巴啦，那向阳边啊呢？就为这开始，阮顶世就是阮前三世的祖先就拢拜爷，看讲阮有要继续延续落去无安尼，吓啊嘛介少讲神明家己来催咱呢，咱嘛感觉讲。这是这么简单的因为阿公把功课阿哥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爱我超本，阿爷讲好，伊也在答应，阿无人足济嘛讲阿姨母就用啥物也无超本，就是安尼啦。其实这足济年，大概10年啊有啊啦，嘿，迄阵人讲类似，除了毛线经，类似的这安弄，阿来后壁。他开始讲着遮，他无去筹备，啊，来去加上阮遮其他委员来，大家心扣做伙，啊，过着陆陆续续有人入，有人出，有人入，有人出，实在到要起一间袂真正无简单。佮加上咱进来底，咱也袂讲有一挂大头家啊，啥物个，咱拢是类似着一般上班族，欠几万啊，安尼欠较紧，真正讲这么简单啊，啊，到今日靠我的关心。Thank you.